大家好，我是小朵。看后面漂不漂亮？哎呀，可惜房子都没利用起来，赶海去了啊！刚一来就捡到大货、啊，来个热热身吧。那、啊、嘿，这边啊，这里。在这里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皮皮虾、八爪鱼，啊？哎呦，啥都没有，啊？哎，不对，有东西，有东西，有东西！哈哈哈，不敢摸了啊，不敢摸了哦！哎哎哎，热热身哈，热热身！看看那个大喷泉，来来，哎，触角看到了，看到没？哎呦，扯断了啊！哎。哎，哎，哎，来！现在这个皮皮虾真的太大了啊，太大了，而且还带红啊！这一个，怎么这么多墨鱼骨啊？看，很漂亮。先找方向，朝这边。嘿，嘿，哎嘿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是，别搞断了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变色，来变个颜色我看看。啊，没有了吗？没有了。没个对象吗？怎么样，大不大？长腿八爪鱼。火，看，在那爬呢。我这是要火呀，是不是？这个就非常大，火！快点，快点！大皮皮虾，看，这就是锁喉都不带活的那火啊！装疯卖傻呢，张牙舞爪的，还有沙滩。哎呦，这么大洞啊！这么大洞，没用啊！啊，光大，没东西。哎哎，小螃蟹啊！哎呦，好多这个墨鱼骨呀，我看。咱们买的墨鱼在这里给摘下来了，这个不要了，这个啊，在这切鱼了。看看我们海边鲨鱼怎么杀的啊？是，就这样。这不就是哪个年代也好。那时候啊，嗯，这旧网车，嗯，还有嘛没有，买不了再买，买不了能打出十万多斤。嗯，这八爪鱼这么轻一斤？那旧网车那时候咱不要了。三十年前啊，只要现在这么轻一斤，那好了，挺好了。